有一种人唔紧张过节日，唔在乎收礼物，因为佢哋知道根本唔会有一份礼物会啱自己嘅心意。五个一夜情圣诞广播剧 Last Christmas。Unforgettable。嗱，俾你噶，俾我咩嚟噶？衫咯，你唔好唔要啊！头先就系为咗买翻呢件衫，连戏都睇唔到啊！点解无端端会想送件衫俾阿哥嘅？冇啊，一来真系谂唔到送啲乜，二来我上次上到你屋企嘅时候，咪见到好多 fashion magazine 嘅。你话系你哥哥噶嘛？咁我谂佢应该都好中意衫啩。Has someone been more unforgettable？ 我送条颈巾俾你啊。吓？咁既然我都画咗个 sketch 出嚟啦，你又有件褛，咁有埋一套咪衬晒咯。And forevermore, that's how you'll stay. 喂阿叔，可唔可以帮我上哥哥屋企熄火啊？得啦得啦，我而家行啦。That's why, darling, it's incredible that someone. 你何哲啊？条颈巾搞掂噶啦，你而家上嚟我 office 俾你试啊。Thinks that I am unforgettable too.第三话贴近嚟紧，等等，嚟嚟嚟嚟嚟嚟嚟。Hello， 喂，你入嚟坐低先啦，等我画埋呢张先。乖啊，坐呢度呢度。得噶啦，得噶啦，你搞埋你自己啲嘢先啦。我坐咗喺 Fairon 书台前面张 sofa 度，望住耷低头专心画图嘅 Fairon。有人话一个人专心工作的时候就是最吸引的时候，可能因为这样一坐我就坐了半个钟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坐这么久，或者我在那一刻是很想陪着 Fairon 做事。唔记得咗你喺度添，系唔好意思啊。咦，仲未攞嘢俾你饮添，等我一阵啊，攞杯嘢俾你啊。哦，唔该。嗱，试下呢个咩嚟噶？热朱古力啊？嗯，好嘢嚟噶。啲 chocolate 系我一个瑞士嘅朋友专登带翻嚟俾我噶。我做嘢冇咗佢唔得噶。嗯，咁要试下咯。嗯，真系几香、啊。你知唔知啊？我从来都未饮过 hot chocolate 嘅。吓，咁你真系好幸福、啊，一试就试到好嘢。嗯，好甜、啊。似我啊嘛。吓？啊，其实你都系一个怪人嚟嘅。点解呢？通常人做嘢都系饮茶或者饮咖啡，你就中意饮热朱古力。就系、是、人人都中意先要拣过第二啲 ，hot chocolate 都几好啊！你唔觉得饮朱古力硬系好 sweet 嘅咩？似你啊嘛！喂，不如你过嚟睇我啲 sketch 啊，睇下觉得点啊？唔识噶喎。点会唔识啫？你都着衫噶嘛？嗯。你觉得点啊？嗯，这个是个窿来的。是啊。嗯，挺得意的。不过呢，我自己觉得啊，如果就可以长返少少就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嗯，长一点可以揀接就定不接就的嘛。嗯，都啱。那这个呢，加条 belt 会不会型一点呢？你都觉得要加 belt 啊？我头先就是想了好耐，究竟加定不加好。好啦，就信你啦。喂，其实我真系唔识嘅，顺口讲下嘅啫。唔系啊，你都几有 sense 啊。
成晚我就係咁坐咗喺 Fair One 嘅 office 入面，睇住佢一路画一路画，睇下睇下就喺张 sofa 上面瞓着咗。直到我再擘大眼嘅时候，个天已经光咗，成个 office 得返我一个人。Fair One 同埋琴晚成张台都系嘅 sketch 已经唔见晒。喺我瞓醒嘅时候，只系有一条好长嘅颈巾围住我。唔好意思，琴晚叫咗你上嚟，净系睇住我做嘢，都唔记得咗俾条颈巾你添。你小心啲用啊，唔好再俾啲湿云雨整污糟佢啊！如果唔系，我唔放过你噶，我织得好辛苦噶。Ferron， 喂，阿姨啊，喂，听阿妈讲话，你今日上咗嚟帮手熄火。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做咩啊？你忙紧啊？唔系啊，仲有雪柜啲嘢卖咗几钱啊？我降翻数俾你啊。雪咩啊咩啊？雪柜啲咩啊？嗰啲嘢饮啊。哦，啲嘢饮，诶，唔使啦。咁大方。嗯，哥哥啊，其实我今日冇上去你屋企熄火啊。唔系你，咁系边个啊？系阿雪。阿雪。嗯。我谂雪柜里面啲嘢饮咧，都应该系阿雪帮你买嘅。如果你要入翻钱俾人，不如你直接入俾阿雪咧。咁啊，咁你有冇佢 account number 啊？我啊，应该冇啦。你等等。嗯。冇喎，哥哥。诶，不如你直接打俾佢啦。咁佢记得我电话 number 啊？我 SMS 你咧。嗯，好啦，系咁。嗯，拜拜拜。点啫点啫，嘿点啊！我阿哥寻晚打电话俾你，同你讲啲乜嘢？你阿哥打俾我，佢做咩事打俾我啊？冇啊，冇人打过俾我喎。冇？系咪 miss 咗啊？嗯，冇啊，冇 miss call 啊。咁啊奇啦，哥哥好少咁无厘搭霎噶噃。咦，你阿哥真系 message 咗喎？喂，睇下睇下讲啲乜嘢。多谢你昨日帮我熄火，同埋买咗咁多嘢饮摆喺雪柜。你户口几多号 number？ 我入翻钱俾你啊！嗱，千祈唔好俾。吓？点解啊？攞个电话嚟，等我帮你复佢。你谂住点复啊？梗系叫佢唔使入翻啲钱落户口啦，叫佢请你食饭补翻数。得唔得噶？咁样样。咁你想唔想同佢食饭啊？咁梗系想啦。唉，想就得啦 ，OK， 搞掂。但系咁样叫人请食饭，会唔会唔好意思噶？小姐啊，你豁出去啦，中意你嗰个你又唔中意，你中意嗰个你又唔出力。哎呀，你放过我啦，我唔想一世同你一齐啊，我要沟仔噶。嗱嗱嗱，复啦，讲啲乜嘢？嗯，冇问题。咦，我打俾你约。是不是啊？都说掂的啦。每一天都会接电话收 message， 有一些你永远都会记住。喂，何姐，你现在可不可以上来啊？床上正思念换爱已一年，和你相处的那年仿佛于昨天，从平淡到光年，甜睡到失眠，才知深厚的爱情得一声再见。新街招都只可以不断添。五个一夜情圣诞广播剧，监制编剧林宇阳，制作 Cow， 声音演出陈乐瑶饰演 Ferron， 林宇阳饰演何哲，何子伦饰演何怡， Tina 饰演阿雪。Last Christmas， 听晚继续同你寻找爱情礼物。一转眼时过境迁，相恋也沦为悼念。
回忆你秋天，再没法子复原。而遗失的岸边，雨及停不低，钟表店跟着你，生命线渐变。到风声，雨笨到聪明，和你烟远的旅程，轻得不再轻，延续了宿命，赢尽了虚荣，才知参透的爱情多么的熟悉。新的歌比不起往昔动听，新的表追忆往事成为旁证，待你年迈以后，早已磨平率性，忘记了难忘心声。一转眼时过境迁，相恋一轮为悼念，离开你的一天应验最准预言。重复的日出，照着同一色的挂念，生活变，关系变，一天天时过境迁，相恋一轮为悼念，回忆你抽的烟，再没法子复现。重复的日出，照着重复中的挂念，跟着你，生命线渐变。